好啊，我早幾日咧，因為啲頭髮開始長啊嘛，我早幾日咧喺網上邊喺 Amazon 度咧就買咗一個剪頭髮嘅嗰啲clipper 啦。咁啊啱啱咧就 Amazon 嘅人咧就送貨送咗嚟，但我收咗貨之後咧，件嘢係咁細件嘅件嘢係咁細件咯，跟住裏邊係咩咧？跟住裏邊咧。是一隻咁樣嘅 CD 嚟咯，乜料啊？喂嗱 ，OK， 個包裝我唔俾大家睇，但個包裝咧上面係冇送錯人嘅，個地址係我地址，跟住之後咧，跟住之後個名都係我名，連頭先 Amazon 啲人打電話俾我咧，都係打我電話嘅，但係跟住係一張咁樣嘅 CD 咯，係啊，總之我喺打開嘅時候拎起出嚟咧，咩料啊？乜鬼嘢料？魚一郎嘅 CD 啊，藍之港。乜料啊？啊，我三秒ぐらい言葉を失ったよね。失った、なんだ。もう、今我要 send 個 email 去 Amazon， 佢哋一定係送錯嘢啦，定係乜料啊？怖い。怖いよ。怖い。